句可有万种体会，何苦把好事看可悲。你的未来必定很美，多可喜可贺的结尾。你比我正要飘，轻飘的微妙，在你这里穿胸口悄悄的花刀，装下半冷我的我必定给你重伤，但不懂怎令你忘掉。人生剧本一定好，尽量别让今天的泪白流就好。为玉溪标的土地怎么这样下落？是这样的，为玉溪标的土地不来了。果然跟我想的一样。天真烂漫、品学兼优的样子。子琪，哎呀，那个廖老师可真不容易，当个老师还被人说闲话。哎，这说到底呀，也怪他自己平时生活不检点。你说他自己干那点事儿，干也就干了，干嘛总拍那么多照片啊？这图什么呀？哎，我跟你们俩说，有的人呢，他就有这癖好。哎呦，苏老师，今儿可有好戏，你看着了吗？你们都很闲吗？安静啊！夜雨虎，哎，廖老师，手里什么东西啊？来，让大家看看，这是什么呀？烟。廖老师，您来一根，来一根。
难道你不知道学校里是不可以抽烟的吗？向伟立，所以我今天要没收你的香烟，交出来。廖老师，你那些照片我还真是仔仔细细的欣赏，看来你还真是阅人无数啊！啊，哎，开个玩笑，别生气嘛。廖老师，你也不要气了，你比之前那些老师，那还是强多了。这个问题学生嘛，什么时候都是有的，您也别大惊小怪啊。哎呦！廖老师，你可真是个土豪金啊！这烟市面上得100多呀，我们这些穷人还真是没抽过。啊，这个我朋友给的，要不我能沾您点光吗？随随随。效果还不错，色香味都有，代表了德国鲁尔区烤香肠的最高水平，火候稍大了点。廖老师，3天之内连中2招，你已经拿到郁金香高中悲催俱乐部排名的前10名了。果然是死亡扳机，厉害厉害。不过呢，话说回来啊，你这纯属活该，谁让你玩了那么多女同学，人在做天在看。喂，那些都是那骗点白痴的嘛，你一个学医的你也会相信 PS 的？真的假的？当然是假的了，你看不出来每张照片的表情都是一样的吗？理所应当啊，你本来就应该全都是那种很兴奋的表情才对。钟老师啊，我不逗你了啊，明天再来我这换一次药就差不多好了，我可不敢对你有兴趣，要不然有人该火冒三丈。哎，廖老师，你给我讲讲你和苏冰云的事儿呗。啊，我们是同学啊。你不想承认也没关系。那个那天在夜莺酒吧打架的是不是你？夜莺酒吧在哪里啊？没有去过吗？演技还挺好，看我不弄死你。廖老师，来张嘴。我说老师，叶一虎，你中午不睡觉，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？老师，我来就想告诉您，那个烟别抽，那个是我弟弟恶作剧，在里面塞了鞭炮。什么？老师，你的嘴。叶一虎，这里没有你的事情了，回去睡觉。对不起，老师。还不知道，虽然这家伙一开始找了道，但是我刚才进他办公室，他好像还挺警觉的，和之前那些老师不太一样。既然这样，那咱们再观察一段时间吧。
昨天老四让人干残了，咱们今天非得放倒几个。阿南，人都到齐了吗？人差不多了，就是兵哥那边干活了。依然顺路。廖老师，您这嘴太性感了。喂，斌哥，今天光头让周福云约我们在滨海公园西门谈事情。白哥打算动手哎，靠，怎么不早说啊？白哥不让我告诉你，可是我害怕。过去。福源哥，真是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啊！这不叶小白吗？哎，要一兵呢？怎么不敢见我？兵哥今天不在，有什么事跟我讲。跟你说，你做得了主吗？我做得了主，做不了主。你要问他们了。别闹，你小的时候我还抱过你呢。福源哥，我好害怕呀。人老了就回家抱抱孩子多好啊。啊，少跟我废话，昨天你打伤我几个兄弟，是不是得给个说法？好啊，把酒钱结了，给你兄弟报医药费。小朋友，你要是这么跟我聊，那就没得了了。你怎么才来？哦，这是迟到。衣服呢？你没发呀？什么情况？正谈着呢，一会儿机灵点。好，
军哥。哎，你们这么多人在这里跳广播体操，干嘛不叫我啊？你这么早啊？下课了？下个屁课！你怎么来了？我跑来的。车呢？坏了。这么不小心。哎，要聊回家聊去，给我上。你真当老师了啊？随身带着笔啊？你这几个意思？福二哥，我来之前已经报过警了。如果你不想进去喝杯茶的话，咱们今天就散了。杨一鸣，算你狠。撤。哎，兵哥，在这儿你才是廖学兵，去当什么老师啊？你跟我们在一起不开心啊？喂喂喂，那你就这么在意别人怎么看你，还是兄弟们给你丢人了？现在你也是大哥。喂，喂，上车吧，我送你。好啊，还有什么事吗？找个人赶紧把我摩托车修了，要不然你去捡棍儿吧你。OK。廖学兵，24岁，毕业于中海市职业技术学院。化学系专业，是一汽大学毕业的菜鸟，咱们再对他狠点。小丹，你看看你们能不能把他微信号套回来。李老师，给我留个微信号吧，我有很多文言文的问题想要请教您。会玩微信？你加我微信感情？我是从来不搞基的。朋友问我到底怎么了？